咱馆长、副馆长、各局处的主管、各位议员同仁、各位媒体记者、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咱第十八届第十次的临时会吼，啊，即马开始吼、哦，来啊，咱将哦开幕式啊，啊，还要开幕典礼吗？开幕典礼开始，全体请起立，主席请就位。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主席请复位，全体请坐下。咱今麦拢爱继续过这个开幕闭幕了哈，啊，有大家感觉这个程序就是假的呢，我感觉讲无必要这个开这个程序啦，但是啊，你安尼咱就正安尼好啦，哦。啊，咱今嘛请秘书长哈啊报告本次开会这个有关事项。报告事项：一、本会第十八届第十次临时会是依据《地方制度法》第34条规定办理。二、本次临时会议事日程经8月9日程序委员会排定，即议员报到、议备会议。一读会半天，小组活动1天半，嘉义县审计署报告本县104年度总结算及护士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情形1天，审查议案1天，讨论议案23读会，临时动议1天，自8月29日到9月2日，共计5天。三、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是审议修正嘉义县4厅歌唱礼法三温暖。5厅、5场、9家、9吧及特种咖啡茶室业管理自治条文草案，审议嘉义县公共使用营利场所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自治条例2条修正草案，审议嘉义县建筑开发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审议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，审议拟出售坐落嘉义市西边段4小段59-55、59-18地号及嘉义市民族段4小段4-6地号等现有非公有土地，以及各业务单位电务案等。本次临时会，县府提交议案15案，议员提交议案4案。今天讨论事项有2项：一、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，提请大会公决；二、甲1号案、甲2号案、甲3号案、甲4号案，悉以本次会完成议读。报告完毕。咱秘书长所报告，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？无吼，来，安尼咱就讨论事项吼。讨论事项。一、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，请大会公决。各位同仁，啊，咱这次排这个议事日程，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？无啊，咱来通过吼。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光，由为配合商业登记法修正及中央政府加强夜店业之稽查管理。及营业场所毒品、色情等相关防治政策，并对营业场所内如发现消费者有从事毒品、色情及违禁品等相关不法情事，可以商业负责人通报司法检察机关之责任，拟修正嘉义县4厅歌唱礼法三温暖5厅5场9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事业管理自治条例条文草案，请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依《地方制度法》第26条规定，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布。甲一号案，各位同仁，搞有啥物意见？无，咱通过咱一个一道高互联性吼。2号案，提案人县长张华官，啊由。为因应新增夜店业纳入维护公共安全方案联合稽查之实施对象。并纳为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规范之适用对象，原配合修正本自治条例，请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，
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，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。甲二号案，各位同仁讲什么个？无吼，无咱完成一通吼，交付人信吼。甲三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，由有关嘉义县建筑开发业管理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请审议办法。审议通过后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，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，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。三号案各位同仁讲什么个？无吼，无来完成一通吼，来交付人信来。甲四号案提案人县长张华官，由有关制定嘉义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案，请审议办法。审议通过后，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，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，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。四号案各位同仁讲什么意见？来，无影来。以咱这个自治条例修订的办法哦。事实讲起来，这两冬来吼，这个鸡条、猪条吼，这个畜牧业对咱啊，这农、个、虽然农业诶爱有持续经营，但是煞造成咱啊，伊设厂、设这个场诶附近吼，隔壁这产主啊，提出拢足强烈的抗议吼，啊，所以我对咱这个修正这个草案，嘛是感觉有需要吼，啊，当然是。哦，有需要，当然我嘛认为，本身认为是安尼啦吼。当然，既然中华咱来修订这个条款是这个农协白地嘛吼，农协白地，所以啊，本身的意见吼，哦，啊，个乡亲的期待，乡亲的大家的需求吼，伊是讲，吼、哦，我本身认为是爱对加700公就一公里，一公里安尼来。影响地方的层面吼，就较少安尼，这是我本身的意见啦吼，不代表。咱哦，以所有人意见吼，即我本身意，所以个一点就是讲，伊要设立吼，即个地的厝边隔壁吼，隔壁这两地一定要取得同意。所以因为你无同意，到尾啊咱许可落来了，伊甲知影讲啊人设隔条啊，啊因就伫遐抗议。所以首先一定要请即个要设立条子和这两厝边隔壁这个产沟通一下，吼、哦，即本身的意见。哦，谢谢。或者咱。今麦从一通个通过了吼，伫咱讨论底下来，先过来讨论啦，吼、哦，好不好？吼、哦，你的意见伫咱即个做讨论的时阵再来讨论，吼、哦，拜三。啊，咱今麦一通，大家也无意见就通过了吼、哦，来完成一通了吼，咱交付人心，咱伫讨论底下来，先再共同大家来讨论，来继续。哦，临时动机，来，临时动机，哎，对，来，有无？无吼，无吼，啊，无咱就散会吼。哦